本周办公室校花继续在厦门美图公司的挑战。这家新兴的科技公司员工们不仅颜值高，笑点也很高，这让校花武侠感到压力山大呀。给你看看我的双屏电脑，有两个屏幕。老妹儿，你跟着来回捅，你磨刀呢？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本周那些精彩的时刻吧。最逗趣的变装秀。你好，我叫金飞，这是我的好朋友阿信。其实我是一个美发师，你的头发就非常漂亮。以前我的发型很长，经常会扎辫子，就像这个样。但是现在头发短了，可能扎起来不好看。原来我扎一个长长的辫子挺漂亮的，我给你看一看我原来是怎么样。然后这样把辫子扎起来就好看多了。其实你看见我这样，你可能会想起一首歌。心若在，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其实错了，因为我以前扎上辫的时候，他们都说我长得一像一个特别漂亮的姑娘，叫小芳。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迷人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他开的模糊最多，多得像那天空，心情数不清。他采的蘑菇最大，在李晨回家的那个晚上，你和我坐在了小河旁，一个蘑菇当一个当，采了一大筐。嘿，巴扎嘿。咱们两个好姐妹能拥抱一下吗？谢谢。最入戏的选手，你好，我要是玩个小游戏，不许笑。Round one, fight。哥俩好啊，哥俩好啊，也许这个游戏。你真的想参与吗？没关系嘛，来嘛。Run to fight。我都多余拿下来，慢，靠，好白，看的好白，你也要试一下。Run three, fight。好，那咱仨一块来，哥俩好，哥俩好。我哥们对你满意，慢得更疼啊。Run for fight。来，一起啊，
哥俩好啊，哥俩好啊，哥俩好、啊。我觉得咱俩这个游戏，大西，我觉得，给个痛快吧，给个痛快，给个痛快，别慢慢撕。哎呀，直接就宰一个，直接就这么来嘛，来。Final round fight， 我就不信了，我今天哥俩好啊。不是，还有没有天理？有没有王法？还有没有天理？有没有王法？不是，自己能撕就行。哇，白一块，真是不错，乐了。哎呀，我们得亏腿毛多。当然了，下回就玩拔鼻毛的。哎。最搞笑的小意外。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老师，我是来艺考的。你看，咱俩年纪相仿，我十五，你十四，我十五，你十四。等会评分的时候，给我手下留情。老师你好，我叫郑和惠子。流血啊！流血了。老师你嘴里口红血都掉下来了吗？老师你怎么行了？赶紧翻点时间。老师你好，我叫郑。你不会砸我吗？我叫郑慧。不要欺负我的老师！不要欺负我的老师！不要欺负！不要欺负我的老师！最失败的化妆秀。你好，那个今天小姐，我为你推销的就是我们公司比较高档的一个化妆品，这是我的为您展示的模特。小姐你好，28号为您服务。这个长得稍微有点，脑子有点汗啊，拿张纸先给擦一下，好吧？买的乐色菜，看看。好，现在呢，马上就给您展示一下。首先来说呢，看一下我们公司这款新的这个腮红啊，腮红看见了吗？这款腮红是沿用了我们中国老北京用按着那个做酱豆腐那个和酱豆腐那个颜色配出来的。可以看一下，好吧？其实这个哦，对不起，太干了，这个来摸一下。其实是这样的，来，请你把问一下啊，对，好，你看打腮红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呢，我们平常讲一个，跟你呢，就是打腮红是，表演起来是这样。下一款给你介绍的这个东西呢，眉笔，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画鼻眼线的时候呢，看见没有，鼻眼线。是鼻眼线跟上面的眼眉一定要一般粗，知道吧？这款可能不太适合你。好，我们还有下一款，下一款最好的是这款口红，看见没有？口红在这里，看吧，这个沿用了老干妈的颜色，知道吧？老干妈知道吗？吃过吧？你看你这颜色好淡，一点都不性感。看啊，画的口红一定要是这样的。对，一定是这样的。哎，画起来呢，我们的嘴唇才比较性感。好，这个最重要的是什么？知道吗？是拍照。这些都不重要，主要是拍照。那个，你戴好别动啊，我给你拍一张照片。你别，哎，对，有一手势最好有一点动作。对，嘟起来，嘟起来，嘟起来，哎，对，美。好，你看。这是你的自拍照，哒啦滴哒啦滴哒啦，哎呀，不是，我已经够惨了，你就不能整我的眼镜。为了完成在美图公司的挑战，小华武侠可真是够拼的呀。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带您一起回顾本周那些精彩的时刻。